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袁，来自越南。我刚刚我妈妈让我去放牛，去看牛，我家的牛在下面这里。我要叫小美下来跟我一起去放牛。干哥，什么呀？干哥 ，no， 慢点点 ，no。他下来了，小美他下来了，来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小美，来自越南。我家的狗，我刚今天回家，它也叫我。我家的狗很乖哦。小燕子现在还是在我家呢。大家好，我叫小燕子。去放牛吧，我们去放牛吧。你穿那么厚干嘛？不热吗？今天有大太阳。我打个脸油。妈的，你这怎么不换了？嗯。我妈去忙，她又去忙。嗯。不冷不热啊？我困一个累的。我闹不闹去？哎，冷了困了。啊？冷了困了。给呀，加油！冷了困了。小燕子也跟我们一起去。我家的牛在这里，嘿嘿，它在吃呢，吃草。我家下面这里有很多草，上次我们有种的草就在这里，下面这里，还有这里。从我家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现在我们村里的人，他们准备扎秧了，不是，他们已经扎秧了，他们已经秧苗了，但是现在还没扎秧，很快就要种田了。小美，嗨，八，五，六，七，八，爷们，弟兄，我们在这里等他吧。我家这个地方呢，很凉快的。这个叫什么？哎，这个叫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说。有边。有蚂蚁。蚂蚁。蚂蚁。哎，小美，很漂亮，风景很好看。等一下我们下去啊，先在这里等小燕子吧。我们家的玉米已经收好了，现在我家的牛在那里，我们就躲在这里，这里凉快，坐在这里看它，顺便在这里玩。嘿，哎，小美，你去看有没有番石榴？有，那时候它还小，不能吃。嗯，这个不能吃。大家看到没有？这些草是我爸妈种的，种了喂水牛。嗯，我们家花生已经收好了，都收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下去看一下。嗯，牛在这里吃草呢。下来到这里就很热了，我都
都出汗了，你有没有出汗呢？出汗呢，因为现在热，还没不热。大太阳的。本来就想住在同心亭嘛，刚刚是就是想让你们下来这里跟我一起，你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吃？没有啊，啥都没有。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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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来，你来。没办法哦，你下去啊，下来这里，去啊，乖。奶奶没听见，没听见没到我的根吧？摸我白赖啊！我妈骗我，她说她有事。来，都归你。他会听，我说我叫他下去，他也会听。如果按了在这里，如果按了在这里，在这里吃吧。我都出汗了，太热了。你要不要再骑牛啊？哦，今天不骑了。我家的牛很乖的。小美，你累吗？不，只是很热的。我还以为你累了，如果太累了，跟我回家去放牛啊！一头牛，两个人。我家的牛。太多了。等我，小燕子下来哦。哎，今天没到吧？没到，别跟吧。不，这里有不会吃啊！但是我妈说不能吃了，这个坏了。你下来看啊，小美，放它在这里吧，它会走的。我家的牛很乖，不是绿豆，黑豆，这个还可以吃呀。但是太少了，不能吃。这个小坏了，不能吃。我妈说了。我一出太阳就出很多汗，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反正我这个人呢，一出太阳就出汗了。我回到这里跟小美还有小燕子玩。只要坐在这里看牛，然后去玩。同心亭在上面呢。今天出大太阳，天气很清新的。今晚就把睡觉那样。哎，你们搞明来的，看我，你奶奶，睡觉。diễn thua nha, cứ chờ xem cái cây nào nó đứt nhanh ấy thì người đấy thua nha, ok không? Xình đi, bây giờ dình nhổ hai cây nha, 1, 2, 3, xình, đây, cho Diễm kéo, bây giờ là Diễm kéo nha, đây, kéo đi, kéo mạnh vào, dì thua, ok, xình tiếp nha, nha, 2, 3.đến lượt mình kéo rồi nhé bạn ơi, các bạn thua rồi. Ơ không có cái nào chắc nhỉ? Đây.
Đây nhá. Tôi chắc đợt này không cần xình nữa đâu. Nhìn nhá, xem nhá. Được cái to hơn đấy. Thôi, ta để cái này. Chiều Nhân Dư, thì mama 不在家吗？没有呀。Mẹ đi làm rồi. Đi làm rồi. Mama 去上班了。现在你在想什么？没有吗？哦，对。啊，你直接不坐在这里，还是怎样？对。你明年都过吗？不。明年都过吗？不。怎么的？小燕子说她等一下要回去煮饭给她妈妈吃。太，有顺，太孝顺了。我爱的是你，我爱的是你，永远跟着你，召唤你的疼惜。我爱的是你，我爱的是你，诉说那舍近难了难忘记。还有，嗨，我呆。OK， 摩迪，小燕子要跳舞啊！他说刚刚学会了，一直跳舞。摩迪，那巴豆嗨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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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的，摩来的。Drop the money, I'm giving up the mummy. 黑子，黑子，黑子呀！看我的黑子。今天提前摸把子嘛，拉毛哎。哎，搞搞你拉呢。啊，对了，给你拉把子哎，对了，摸掉，啾啾啾啾啾啾，厉害吗？我家的外甥女厉害吗？厉害。太牛了。太幸福了，有什么没追，你帮你追风。连着回呢。刚刚没看到你哦，我和小美还有小燕子去找他了。来，你搁里躺呢。接走接走。他可能会去洗澡了，你等来嘛。你先去找一下，这里是我家的鱼塘。里面是有鱼的，但是我们家不经常去钓鱼，所以呢不放那么多鱼。不养那么多鱼，看到没有？啊，鸡仔，我在哪？这里呀、啊，他在这里洗澡。这里，哇塞，太牛了！你们没看到吗？他在洗澡呢，我也想洗澡。哎，你。拉，现在拉他回去吧，帮他洗澡吧。哇哦，好凉快呀！Hello， 牛哥，你好。他很乖的，他能听得懂我说话哦。好凉快哦，牛二。嗯，我们现在从那里上去，小美拉一下他回去吧。嗯，用力，你要用力压拉它。对了，搞乱了，这头牛搞乱了。嗯嗯，很乱了。
姐姐上去了，你让不让你看它的尾巴，哼，走了，上去了。这里的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种的香蕉，很多很多的。以前呢，经常种香蕉是为了喂鸡、喂鸭，还有喂猪。现在只有猪，但是猪现在太小了，它没有吃香蕉根。我在这上面这里。你们得跟他念。去洗澡了，牛。你还想住？你拉他回去了。就放在这里吧，小伟，放在这里吧。哎，洗澡凉快吗？刚刚也行啊。刚刚那个水太脏了。太热了，等一下他喝一瓶水。红豆弟，喝水吧，你干。他喝够了。我加一桶油。上次有人问我，越南的牛。这样的一头牛多少钱一头？我就在这里回复大家吧。我家的牛，我以前买的是，就是28兆越南盾，大概7000到9000人民币吧。我们又回到家了，就放牛在这里吧。现在我和小美去捡辣椒，我家菜园是有辣椒的，这边走，这边走，小美。注意收好了，还有很多，但是它是绿色的，还没熟。这些我们拿回来捡回来了就泡，然后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搞的，我们越南这边是泡的。泡有大蒜，有盐，还有一点水。我妈妈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辣椒，所以呢，她就种很多很多辣椒给我。走吧，回去吧。后面风景太完美了。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请帮忙点击订阅、按赞、加关注，谢谢大家，拜拜。好热，我的脸都变红了，一样的，变红变白了。